眼白发黄，眼白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的除了黑色瞳孔以外白白的部分。肝胆不好的眼睛也会不好，表现为眼白浑浊发黄不透明。生活中有些近视眼或者的眼睛也会不好，表现为眼白浑浊发黄不透明。生活中有些近视眼或者老喜欢眨巴眼睛，就是肝功能较弱的表现。尿液发黄，正常情况下尿液是淡黄色的，如果尿液呈现茶水色黄油色时要注意了，很有可能是肝受损的症状。乙肝甲肝导致肝细胞被破坏，影响了胆红素的代谢，使胆红素过多进入血液中并经过尿液排出，看起来就是尿的颜色变深。尿的颜色越黄，肝细胞受损越严重，肝病好时尿液颜色会慢慢恢复正常。皮肤发黄，一般情况下肤色跟遗传有关，但患疾病的情况下也会影响肤色，比如慢性肝炎、肝硬化患者的皮肤就会发黄灰暗，暗淡没有光泽。如果以前肤色较好，突然变得肤色发黄，要小心是不是肝出问题了。那么怎么办？肝不好，一定要注意这样调理才是科学的。一、第一样食物就是养肝清茶。养肝清茶出自明代秘传政治要诀，是用菊苣、决明子、蒲公英、白毛根、枸杞五味药食同源的植物配成的古方养肝茶，可以养肝护肝解肝毒。中医讲究配伍，养肝清茶中的决明子能清肝，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，菊苣能有效地清除肝脏脂肪肝和毒素，修护受损肝细胞，白毛根能清肝解毒，蒲公英肝精能驱火消炎，对于慢性肝炎也有调理作用，枸杞能养肝益精，改善肝功能。这五种植物配伍，不但养肝效果突出，口感也清香不苦，除了对乙肝、脂肪肝、酒精肝患者有很好的肝脏保护作用，有效缓解这些肝病和预防其加重，喝一横线二月见效，平时也可以作为日常养肝保健茶饮用。二、第二样食物就是十字花科蔬菜。十字花科蔬菜含有胡萝卜素、黄酮、萝卜硫素、吲哚，能够起到帮助肝脏解毒，化解各种化学物质和毒素对肝脏的侵害。十字花科的蔬菜比较多见的如花椰菜、白萝卜、卷心菜、白菜，十字花科蔬菜是较好的养肝食疗法。